嗨，各位，又是我呀，我回来，好久没吃这一口啊，甜品，我的平底锅头特别挑的几款，但终于到了今天，话不多说，先来吃平底的芝士抹茶蛋糕，单打一个，直接上手。哇！哇，真的奶香味太浓郁了，一口下去是软绵软绵的。再来吃一个平底的溏心蛇的虎皮卷，哇，这我一看就巴适，真的。这个很私运，推荐。哇，肉松味真的是满满的。再搞一下这个平底的果果和糖糖零食铺的奶油卷，这我一直都想吃，但是一直都没机会买的。哇，这个奶油真的是给的挺足的，这个虎皮都被这个包装纸给扯下来了。蛋糕起很远。这种老奶油真的很香，不离子。哇，这味道真的太好吃，我这一定会回购的。最后再来搞一下这个杨枝甘露味的老奶油蛋糕。哇，这上面的奶粉好厚啊，看着没。哇，这甜品吃到饱真的太爽了。